如果我也卡就没问题。不是我没见过这么蠢的，你妈逼了！老子真的把他网线给切了。不是大狗为什么老要下东西啊？他真的蠢，他你妈下东西，在别人解说 TI 的时候下东西。好了，没事啊，这个是暂停的啊，在等。老子他妈的急死了，在等你们，在等你们暂停呢。进来没？进来了，刚好。妈的，我操，有意思。10-0。关键是，哎，12-0，冲突。这火猫打的也很好嘞，反正已经打定了，他状态还满的，在五零拳，他打的非常好。这个人，反正我对他印象就是对线不差，他没怎么被压过。是第一波兵那个线，他绝活令了，先到二级。是的，这下路先机啊，这铁翼头盔也有了，很舒服。喂，下路一血了吗？一下不下。A 死，我操，这就一血了，这一血，他那个爆发很高，心破天惊，还削过一次，他两击很厉害，好吧？上界重锤，石破天惊，心破天惊爆发高，兵子，我们回头设置一下，给大狗的网线速，真的，这个兵没事就整一出，我不知道他哪有那么东西要下，我操，天天没事就下一个。是的，我都记得印象里面起码三次了。整个他妈一 KB， 让他下。在线看呀，他妈的哪想这么想？要保存呀，存在力量里面。还不算太耀眼。一般下载不要。不太影响上传啊，一般是上传啊。被拉了三波大爷粉。哎，这个逼便利。哎，饼干。追一下。对，招呼了暴击卡位。啊，这一顿有点扎实，这一顿有点扎实。他有825，再爆一刀，再爆一刀，又爆一刀。但是老太婆打残十好吧，连接了个币，有个大红，给我贴一下。哎，别贴啊，他复活，还好引了一下。还不算太耀眼。哎，陈星来了，四爷。水柱，哎呀，有埋沙跟戳，哎，有针眼，哎呦，再骗个针眼，逼瓦，再往后走，或者锤找，还是死了，还是死了，是骷髅王那个锤，一级锤太短了，1.1秒，一级锤很短。是的，现在骷髅王看很多都学两级。他现在经济，中路压了四，哦，也还好，400能接受好。讲道理 ，A 队是打不过 T1 的，六四呀。那个苦苦，那怎么不怕、啊？羊到死了吗？羊拨过去，死了呀！哎，是死了，是。我就说他为什么不怕呀？他好杀呀！烂人家水人啊，2-1血妈强、啊。你拿六了，但是没拿你了。上塔正受到攻击，骷髅王相位型很肥，骷髅王琳娜都是挺肥的啊，对面雪人也挺肥的，尼克 baby， 哎，尼克 baby 不出那个什么剑，那个什么那多兰剑，贾哥你说的，不是，我说多兰是不是隔壁的那个多兰，就是蓝非常多啊，多的多兰是吧？对对对，蓝很多的多兰。我一直多血剑呢，血也很多呀，还没出多蓝剑，听起顺口一点呀，单双压呀，多血单压，多血剑顺口一点呀。那个
是蛮火的。上路，哎，锤，有粉吗？睁眼，粉。哦，四爷下来看到那个锤妹，然后他锤妹脸上，再杀个鸡，莫小心成局都好。这锤妹直接把他上路给拱穿了呀，下路马格纳斯混的还风生水起。还有一个假眼想过来做眼，已经其实已经做了。哎，被死了吧这个逼！火猫没来，火猫没来，火猫在旁边。火猫不在旁边，他应该要死。哎，他想杀，哎，他有眼。哇，冲高地要把他吃了，意思是他有饼干呀？高地不可能冲吧？还是？算了。下路猛马是拨过来，应该是只能普攻。哇，酷酷，哎，这就对位了啊，这就对那个酷酷的位了。咱们就抓着酷酷打呀，知道这兄弟好杀。厉害的，满血都可以杀你啊！杀了两次猛马。这 Benny 再拉一波双野，哎呦舒服。Little Baby 肥了呀。下路中路啊，这边又是一个刺，来打起来，火猫能回魂。杀紧树一个贴，想杀来，琳达，来抢个回复。假动作，我操，李哥这么笑，李哥。来，还得多。不过这个琳达也没有想放光一阵，好吧，技能都捏在手上。他知道会被躲，他知道会被躲。对，前期打得挺好的。直接训练刀的这个选手，啊，这个火猫还是不想电锤，哎，烂被夹了烂，哎，跑得比较快，有些诚心，是老太婆，有点不敢打，这个破晓诚心很灵活啊，到处在跑，他秘法他很肥。先锋盾杀完，二零幺，杀完先锋盾就不好杀了，好吧？再去杀他的话还，还需要杀，杀这杀完一定要力呢，需要法系爆发，一千四的血杀王，杀完先锋盾你去杀他，很容易被他的埋杀反杀，我说实话。再踢一个，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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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没有臂章，没救，哎，四爷，哎，锤，哎，没出了，没救，四爷，打锤子，拿一下，招骷髅，破晓，晚上还是没了，破晓是爆发，被三个人围了呀，四爷，四爷被放养，顶不住，太污了呀，这把，没感觉这个不咋地啊，他是被这个破晓诚心搞崩的，这个兄弟的爆发有点高。法系物理都有，前期。我操，飞，四个兵又吃了四个兵，破晓诚心马上两千五了。但这个水人是个怪物，水人十分钟有这个经济你到底要去他？又裸兵眼，裸兵眼，不可能裸兵眼吧？裸兵眼的水人已经好久没看见过了。单刀要一把的呀，至少。裸兵眼，我就记得那个海王，是海王吧？是啊，海王也是裸兵 KP 啊，是吧？他是假腿 PKP。那个时候他挺屌的，哎 ，S 4通了，这屌个锤子！我都刚刚都是跟水友说，他打起来了呀，他打 TIE， 你们还跟 EC 和 Maken 在泉水合了一分钟，哎呦。他们的那个 TIE 天路在，不会和没可能。这个一百。啊！别炸牙啊！天路队，我在啊，他在里外了。啊，他在 MV 是吧？哎，其实。天哪！是了。是的，转撸啊撸去了，那个。是转。我也不是很熟。他叫裸兵眼，我有点印象，好吧？水人裸兵眼，他多塔一厉害，多塔一厉害，多塔啊，多塔一，他那个水人确实打得好，那段时间。哎，轰死了！靠 ！A 队这波打得可以啊，中路直接给包了。现在就视野这个点，
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没补了。哇，火猫声音很大，好吧，电锤了，这一分钟好肥。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三级烈火罩是吴彦辰，电锤林肯。他这个柱装打到后期声音很大的，往后面打。林肯可以啊，有 Benny 加骷髅王 TC， 蹦一下刺，没跟的吗？火猫，再一个吴彦辰死了，电一下死了，哎，没什么，一刀，我的一刀，两刀，三刀，一张就是有威力啊，蛮暴击的这骷髅王，好狠，是蛮暴击啊，就是三级的一个吸血，好吧。然后他这个加点很科学，非常科学。他这个加点，先被骷髅王加点，两级锤，非常科学。三级吸血灵魂，四级暴击，就招六个骷髅就够了。他这加点超的先辈的呀，先辈也是加二十一速。这个加点骷髅王是最合适的。他直接斜了眼。三级的时候一二三都有呀。哎呦，好想吃这个一百。这支配头盔玩得好的人其实挺作用挺大的，好吧？能有时候能打干可，有时候能囤野，有时候能勾逼，还能推。你人打钱还能打架，我派一个控制过来帮你打架。哎，在这玩玩玩，我们把范冰给放了，真裸冰眼的这兄弟，裸中裸一颗 baby。哎，这一波要打骷髅王两级大，中塔正受到攻击，再等人看一下，然后火猫应该不好溜。哎，绕了绕了，然后老太婆躲得很好，没找到第一时间，是，但这个位找到了，他开不了炮，老太婆，老太婆，哎，秒了呗，我方炮手踢回去，好吧，像这种情况他得。赶紧踢到一塔，炮手冲到了第一个，我妈走了，被夹住了，开不了炮，这种位置，秒打断。三倍火力，前视野快跳了，前视野。我就知道他们在附近闹掰的。完全又加烧了。骷髅有猛，骷髅王有猛。这把两边的优势路塔都没推掉。有猛马的骷髅王，你妈前面有 buff 刷，后面有数十级还有 buff， 还有分裂。历史路的推掉了呀。肯定有无限刷，你哪在打 BKB 骷髅王，快没了啊，骷髅王很肥，十六分钟呀、啊，是的，你哪无解肥的，你哪就是十六分钟的这个装备，威胁双挂件 BKB。SK 跳了，猛马也快了啊，猛马也快了。哎，我利用他的野怪勾兵线，现野双收，一个点地刺，挺肥的。SK 跳刺啊，才1600了。哦，他跳没拿到，他跳没拿到，跳拿到了，跳刺一下 Benny， 塞一个饼干，屁股坐，号位，上了水人，这的骷髅王也肥呀，肥呀。很肥，骷髅王刷得很快的，这英雄本来就刷得快呀，英雄刷得很快的。这个大锤也很肥啊，4600，我就独一档，挑战在做梅肯。对面法系爆发是有点高，做个挑战挺好的。他这个经济往后打，肯定转三了。我猫经济倒不是很高，他个103的数据，经济只有6000多。一把大锤刷钱是吧，琳娜一杠二的嘛都比他肥，这琳娜会 PKB 了，马上 T1 要控盾了，骷髅王暗灭琳娜 PKB， 感觉可以控盾或者开团了。水人这边快冰眼了啊，琳娜已经 PKB 了，刷 A 队是刷不过 T1。哦，烂也快跳了啊，这个烂也算肥的了，五号位烂你像十几分钟能够做出跳刀就很肥了。啊，节奏好这一把。有人头。
五号位讲道理算肥的，他这个五号位你二十分钟跳到都可以，都可以了，别说十七分钟了，很肥了。哎，这波好像那样没了。哎，残眼了嘞，拱回来，放技阵，技能跳刀就拖节奏了，拖到十八分钟。他敢，应该意识到呀，有眼啊嘞，这他又没有兵线，直接跳过来。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来个插十波。天辉军团全面加固。两边换一个外塔，上路 T 外不想放。BKB 定了 ，BKB 啊，好强势，1400的血，哎，好像可以踢了，来了，踢踢踢踢踢，秒了，谁？神灭斩，中化了，中化了，还有一个送，等一下，买一送一，两个人怎么？这波打完 A 队直接炸裂，控盾都可以，可以直接控盾，拿塔守塔加杀大哥啊。要控盾也能控，节奏非常好。哎，爆了一个灵叶长弓，服了，服。还有个远古，还抢对面的矿，还要拉一抢对面的矿，这好爽啊！双倍服还可以打盾，一气呵成踢完节奏这一波大节奏。啊 ，A 队四走 ，A 队他有暗面，带个飞贼之刃跳刀了。节奏呀 ，A 队。哎，他们打我就说他打是那样。这双倍打断还是要干人，干人这个老太婆，你妈真的是歌坛的这老太婆。他天天冲第一个啥意思吗？这老太婆这边睡住接锤，这个队太辣了，这队辣了，艾比林吧，让我早点看中外对抗。输了 SK， 视野驾驭不了 SK 的英雄，完全没声音。是有点没声音。给他选一个他妈的团队装的肉，那就是屁股了呀，只有屁股了。我估计屁股也被打炸了，上路，他这样游。几个哑巴盾呀，可以解废你的拉。三号位哑巴盾。对，那、啊、他妈的，好像还没出来过 TI 的时候，三号位哑巴盾。嗯。下路就睡到了红包。带劲了，对，下路。三零十几秒。到点了，到点了。节奏被爆啊！被爆中爆。是节奏被爆。没事啊，这个节奏二比零，早点看下一轮。哎 ，SK 视野。讲道理。哎，视野出两个，但是没有后续啊！你哪一个厉害？锁住了。然后加油天天人肉充电，我操！加油天天人肉充电。喂，水人一刀暴击半血，哎，这水人。你出个冰眼，还不如出个林肯。哎，像什么样子了？林肯训练刀香多了。还要冰眼林肯，先冰眼再林肯，没有他的。讲道理 ，A 队走到这一步差不多了，他们这个表现不值得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他们也打不过那些强队啊。哦，极限了啊！还是那句话，极限了，差不多。T1 冲上去还有机会锤那些强队。肯定是比他厉害的。T1 还能咬一口，这多还能咬一口，不不他也差不多到点了。T1 跟那些一级啊什么队友。T1 我觉得是有机会杀上去的，好吧？我你别让他拉舒服的阵容，你他杀上去杀还要杀几人？我觉得他有他再咬一人，他跟强队打、啊、他有机会赢，他有机会赢，会赢打什么一级啊 OG 他有机会赢。对他状态好，什么一级秘密我感觉都打得赢。那秘密还没掉下来，宝哥。再咬一人就是六强了。秘密赛胜者组。打 OG 秘密这种，OG 一击这种，他有机会赢。我感觉他最多再咬一轮。哎，对，王他最多再咬一轮。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马太婆，哎呦，
跳锤呀、啊，这又不跳锤，到脸上了。好东西。哎，这边丽娜被秒了。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是不是王林现在有点多了吧？稳健，补了个 BKB 先。这老干爹打 T1 一打一个，老干爹之前的比赛打了 T1 也是基本上全赢，最多输小分。哎，看笛子啊，这边把水人走，水人，哇，这边一刀，哎我操，哎这边。300多血，哎，这水人不追吗？这干他！他不转血，他还他在卖，三王摇大了。红炮，红炮，滚回来！葫芦王就是滚回来 ，SK 被带走，就是砍呀，葫芦王。没力呢，这没力呢，没力呢，走了，没力呢，松了。他稳的不像话，别人都不想追，直接跳走 BKB 踢。你俩有两条命，有那么怕吗？别人不敢打你的，打不过你，那直接跳走 BKB TP， 我操！发现没人搭理他，他看他也没什么队友了，估计。他跳着直接走，其实也可以了。啊，你别说 T1 最稳的感觉是这个 C 啊，最稳的。好鸡巴，好鸡巴稳。中单也蛮稳的。中单有时候会掉链子，他们这个一反正是最稳的。带线啊，其他人开雾。一眼军团正在。哎，扫到了，丽娜，指令肯定的。丽娜有点难耍。包下来啊，包下来，把他们包了，这波包了他们直接击。来嘞。哎。就要做个野，假野，藏假野。哎。抽蓝补羊，但是搭了一下全妹。赶紧溜啊 ！A 队的溜了，看老太婆，还一刀，变羊，没找到。A 已经死了，老太婆还在溜，没找到，跳一下。哦，跳准了，看到了，一刀，一刀。哦，血！这把老太婆不知道在干嘛，可能也在犯罪了。看他们打 BC 就知道了呀，打 BC 的也是那样了。恢复。来呀来呀，来打我呀！这个挺贱的。但这个卖的一般好吧？是个妹子，我估计卖的有点多，好吧？盾上高了，一波带走。翻，这把是 A 队没得翻的，就看 T1 什么时候带他们走。天辉上塔已被摧毁。完美节奏啊，葫芦王104。谢谢你。我怼都要逼个逼了，是呀，整个盾嫖个魔晶稳的亚皮。经济领先15000，这天辉都刷钱都没得刷。天辉上塔正受到刀一千，想杀骷髅啊，骷髅两条命，魔马还在蹲。对啊，来来来，打！
哎，猛马这跳的是个蛇。猛马急啥呢？跳快点啊！中路在吸滴血，雪人26分钟补了个林肯，直接杀蛋。他这出装，他这出装也太防守了吧！不行。鹰眼林肯杀蛋，要不再整个蝴蝶 PKB， 就等二代盾啊，二代盾一打直接上。丽娜再出羊刀啊，怎么样？秒水人，违章不是 SK 的。说丽娜马上羊刀了，好肥丽娜。阳了，有没有通灵头带？没有。大刀呀，大刀破灵。还是要动骷髅王。骷髅王有 BKB 有命。骷髅王有 BKB 啊，封他。漂一漂死了，漂不掉。烧不死，切臂章。吸两口就满。早就烂把纸给交了呀。交了没意义啊，骷髅王大刀 CD 快。太快了，吸满了，吸满了呀！来开悟了，咱中路是骷髅王啊，死亡之物啊、哦！这波开的永远一个骷髅王顶在他们脸上，动了就输。视野不知道怎么打了，有点视野不知道该不该死、啊，动了就输，射他就团灭啊！射他就团灭啊！射他就团灭，射他就团灭。这雷暗还是傻逼，犯罪。感觉 A 队已经很迷茫了，好吗？被玩死了，想出来开波机器团都开不了。哦，水人你还敢带这个线的？我来了，干他！干他，骷髅王。T1 在打盾，不想去。哎，错攻了，一刀。哎，一刀。舒服啊，九九五。九九五就死了吗？是千血呀，九九五就死。就是一刀，谁都没。他是副甲吧？直接捡的副甲的刀。那你就四点甲。他是副甲，这个捡甲有点高，好吗？十一。感觉 A 队走了后，基本上剩下就强强对抗了，好吧？都是。好像没有特别弱的了。对。就他们这两个队。这一组，其他都是厉害的呀。BC 也是个犯罪的队。欧吉雪碧淘汰一个啊，还一个。欧吉雪碧算是强强对抗了。感觉欧吉打不过，感觉欧吉打不过雪碧。看 Top 森好吧 ，Top 森昨天你哎 ，Top 森状态回来了，他回来了。Top 森要是不屌的话就没了。他昨天打那个的两把好屌。哎，羊座接替，哎，马替没踢到，车也踢不到。昨天是托不送抬着欧基走的，两把超神。正受到攻击。哎，电烧瓶两个，大两个。大两个。哎，水人没什么。丽娜没开 PKB， 不然都得死。直面。哎，哎，谁做？打满，打满，打满。哎，刺了一下，刺了一下。哎，被打到了，前面的大。好我猫再重魂再锁两个突然有 BKB 的还有 BKB 有 BKB 啊天堂下骷髅王不开不给你拳饼干拉哎呀守住了都不开我跳走了站起来不开就是玩有 BKB 就不开我就是玩哎守住其实也不是被点第一次读秒了不是他肯定能开出来呀、啊！一张 BKB 是沙王先刺的，我没记错的话，沙王刺完亮剑。我看一下，能
开。点滴是没开出来，是那个 SK 不是烂，我就说是烂刺的，烂刺的点滴读秒刺的，他一活就已经被刺在天上了。他应该也开得出来吧？我估计是开不出来，我估计是开不出来，他肯定按 BKB 啊，这种他可能不按 BKB 吗？在塔下，肯定开不出来。这一波他肯定按 BKB。这一波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啥？其实是猛马带了两个拱回来之后，琳娜第一次没开 BKB， 完了之后琳娜还要追着杀，然后开 BKB 强冲，但是那个时候骷髅不在，骷髅是后面来的，这边想秒水人。第一波琳娜顶 BKB 其实也没事。哎，四爷，这是在干嘛？猛马带两个琳娜顶 BKB， 那两个可能全杀了，但是没杀掉，他要一直追一直追，骷髅王后面赶来的。但是问题不大，他这个阵容下踢没啥问题，只能说去踩一脚踩到，但是他没那个 A 的 smile， A 是 A 的，但是还是给的，还是没用啊，飞过去清了呀。刚刚是骷髅王第一时间不在，然后骷髅王在的话随便打，骷髅王好像在从上面走下的，对，就是猛马踩的时候，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我冒了买四也买不了。天辉中塔已被摧毁，天辉中路兵营已被天辉中路。骷髅王是把 B 上卖了，搞了个双刀。漂亮，我操！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哎，水雷滚开了！双刀有 B 张屌吗？双刀换 B 张。关键双刀要敲啊！你还得卖臂章，没必要啊！真的没必要，你臂章输出比双刀高。你得花钱买双刀，再把臂章。他可能刚才没看出 BKB。啊，他觉得是你看出来，就是他自己那个，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呀、啊？就他操作失误了。我感觉开不出来，我等一下斧王岛试一下。这里试不出来的，怎么试呀、啊？选一个烂骷髅王，然后骷髅王大塔了呀。不可能，他大招复活的时候，你这样。我见 CTY 试过这个东西，他被秒阳和毒秒的时候是开不出来的，有机遇开不出来。反正90%都能开出来吧，我觉得。因为我刚才回看了一下，他是复活就被刺起来了。哦，酷酷这边想电杀电一个回来，在别人家里上大步。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夜眼军团全面加真的就在散步，也不去猜散步。拆两刀都拆掉了呀！升高了。天辉上塔已被摧毁。接下去最后一路啊！哪出了个敏捷跳刀？妖啊，这兄弟！哎，对 ，BP 有点不好做，好吧？要搬的点太多了。敏捷跳干嘛呢？就为了那50点攻击力，攻速对他来说其实。加成不大呀，他攻速拉满了，讲究的。他刚才是不是带了一个盾，所以先买了这个东西啊？他没格子，不知道。他刚才我记得他带了一个盾，估计是，他没格子就跟着这个。一般来说有格子是先跟金箍棒大炮子。跟金箍棒呀，你哪也不要跳。有钱烧。机关枪0.24，飘了呀，拉满了。我他这个局势不是特别重要。流速太大了，只要你出装备就行了。是的，没那么讲究。他物理又不高，这个敏捷跳刀是打物理的。他刚才应该是有个盾占了格子，想把那个金钱化为战斗力吧。他进攻棒一出的话，攻速会溢出，溢满，水人就难受了呀。进攻棒一出，累计溢满，打水人双倍溢满。还有这个火猫，就天堂。哎，是天堂，是不能买活。这也买不了，这边要拆高了，5-4，啊，超级兵的呀，直接上了呀。
没 SK 他们不可能打得过啊。龙马还有大，谁敢动那个骷髅王？怎么样？就没人去杀他吗？一直在这里抽抽抽的。他过去，他跳到最低，跳到最低。超级被他砍死了。哎，水人被魔爪。水人再来一刀。哎呦，不堵这人龙。龙哦，一刀两刀。想到你也是打不了，哎，TI 的比赛总想